大家好，我是阿天。今天是2020年10月21日下午快六点哦。那感谢这个新庄小柚子，他帮我录影哦。因为那个我也没想到我会过关哦，因为我这个34这是我刷很久，然后都卡在，要么卡在第三关，要么卡在第四关。反正就是他都很痛嘛，开场就死。然后我试了很多种方式。那第四关试了一种方式，就是古王的打法。那这个稍微有一点胜率哦。那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更新了这个磐石之飞之后，发现我换上去之后胜率又变高了，然后就这样刷，那一边工作一边刷这样子，然后竟然过了啊。过的时候就不小心多点了一下，然后画面就跳掉了。好，还好这个新庄小柚子他帮我录影哦，就是每一关的都就是录起来，所以说前面才有这个影片可以看到。好，那我们来简单来说明一下这个推这个关卡的心得哦。首先是第一关其实难度会相较比较简单一点。那我当时我是就是有用这个老鹰队齁，埃隆老鹰队放在第一关，那胜率很高。但是问题是埃隆老鹰队因为胜率很高，所以说我推到第五关的时候就没辙了齁，就是卡在第五关。所以说我后来还是决定把这个胜率算是目前觉得最好用的这个埃隆老鹰队留到第五关哦。那第一关的话就慢慢尝试齁，因为是第一关，所以你可以慢慢的刷这样子。那我原先这样的配置呢，基本上齁就是佐拉斯这个角色你可以换成任何的这个盾，譬如说战士也可以，孙悟空也行，莫佐斯也行，然后感谢这个借由佣兵的小球大大。然后呢这个兵魔我原先是留在第二关，就是一般常见的这个光弓队配兵魔这样子。那可是后来呢我发现说这个洛桑也可以用在第二关，因为第二关其实不是很难，就是这个光弓挤一下，然后挤到后面去，然后后面就把射爆。那第二关跟第一关最麻烦的都是右下角的这个索利斯又痛，然后他开大招是打全体，他只要一开大，大概就是我方就直接被秒了。所以说呢第一关试了很多种方式，然后过关之后呢，其实
冰膜配缩力是很好用，对不起，冰膜配那个蝴蝶很好用，因为冰膜它是可以让那个负面状态那个时间延长嘛。那蝴蝶也是属于控场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哦、第二关，第二关其实难度不高，但是呢，我把第二关的这个冰膜改成这个洛桑哈、哦，我就可以把这个冰膜省下来，留到第一关去。那再借一只佣兵哈、哦，凑两个恶魔，那这样子也会有这个双恶魔受伤回能增加的这个光环哈、哦。然后就是让第一关的话，其实那个胜率也会提高。好，那但是呢，第一关重点就是说，你至少要上个索罗斯或是攻击力强的角色，不然你会卡在亚瑟。亚瑟超级肥哦，尤其是这种 NPC 的亚瑟，那你跟他正面硬刚的话，常常会打到超死哦。所以说要有一些比较暴力的角色，索罗斯算是蛮暴力的角色了。好，然后第二关呢？第二关其实难度比较低哦。那也不是说难度比较低啊，是说你用光光队打他的话，胜率我觉得至少有九成哈、哦，八九成。那这个基本上哈、哦。最麻烦的都还是索利斯，索利斯真的是非常的痛，然后他只要一不小心让他开大，大概战斗就结束了。所以说呢，我选择使用洛桑在左上角。那左上角的洛桑呢，他会连这个左上的第一只跟右下的第一只哈，那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我让他连这个希瑞斯跟索利斯，其实重点是我要连索利斯啦，还好索利斯是在右下角。那这样子伤害传导呢，右下角的索利斯就会很快死掉。那对面呢，基本上索利斯一死呢，我就觉得就没有什么威胁性了。所以说这个我选择上洛桑，就是为了要把这个伤害传给这个索利斯，让对面的索利斯赶快就是收掉这样子。好，然后再来是第三关，第三关跟第四关就很痛了，因为第三关是满血关，然后安丹德拉又会穿越，所以说这个第三关虽然说是使用这个最强的神魔国家队，但是基本上也是很常翻车哦。这一关过的几率大概是一半一半吧，那就是要赌哈、哦，这个魅魔哈、哦，就是它的级数很重要，因为魅魔要赶快优先开大。魅魔，我推这一关哈、哦，基本上只要魅魔有顺利一开始开大出来哈、哦，就是大概过关就是八九成。那如果说魅魔还没有开大，然后我方就有人死掉，那大概这场就要重来了哈、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因为这几只角色都非常非常的痛。那这一关呢，很多大是使用这个埃隆老鹰队哦，但是呢，我吸过来之后就全部人都死光光，然后要靠狼人去打，但是我的狼人还没有红山家具，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原因，有的时候他被魅魔喷到的时候没有办法抵抗哦。那总之这一关我有试过这个埃隆老鹰队，就是埃隆老鹰狼人队，但是这一关我一直都没有成功过，所以我后来我还是使用神魔国家队。好，那第四关大概是我试用过最多种打法的这个关卡，然后后来我发现说我唯一有几次赢的就是用这个古王，然后孙悟空，然后戴蒙古公跟奈拉，其实也有人用这个伊索德，但是我伊索德我真的试很多次，我其实就是把那个伊索德上了红，就是装武三十，然后红三家具，但是他就是往前冲，然后就被秒掉，往前冲就被秒掉，所以我还在存啊，或许九件家具之后会有点不同。其实我一直很期待说上伊索尔德可以就是让他以一打五这样，但是几乎都是上来就死掉哈。当然是我的那个硬件不足啦，所以说我后来试了很多种方式，我觉得这一个阵型的打法，至少我还可以活久一点点的，我还可以看到多一点点的这个战斗的过程，然后让我去进行微调。那伊索尔德，我觉得以我目前的这个状况，几乎都是往前冲就死掉，所以说连调都不知道该怎么调。好，反正这样子配置的话，就是五光环嘛，就是四个亡灵再加上一个半神。那重点呢？好、哦，我原先是这个戴蒙是号角，因为戴蒙跟伊索德都是一样的概念嘛，就是拼命开大这样子。那戴蒙开大之后，他就可以吸人家护盾，然后也可以在短时间不死。那这个哈、哦、古王这个号角也是一样嘛，就是古王一直开大嘛，所以当时的概念是这个样子，然后也确实有赢过。那我们看哦，古公就是控场嘛，然后我们看奈拉是先拉魅魔，奈拉拉魅魔的用意就是，其实魅魔的动作也是蛮讨厌，但是奈拉先拉魅魔的话，他就叫不出死魔。你看，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奈拉一开始拉魅魔的时候，魅魔本来头上会有三条血，那这个三条血就不见了。那要拉魅魔的话，奈拉可以哈、哦，然后阿塔利亚开场去斩魅魔也是可以。好，我们再看哦，这个是磐石之飞起的作用哦，因为通常哈、哦、这个。这一关我用这样的配置过不过得去的话，古公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古公如果说控就是正好控到对方的这个角色的话，其实就是会稳很多嘛，就反正古公就这个样子，然后他是装这个神王之眼。那我们看哦，在战斗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磐石之飞这个神器就发挥作用了、哦。你看古王哈、哦，古王的血瞬间少了这个应该是40%吧，
然后呢，它少了40%呢，就跑到这个弩弓的身上。因为磐石之飞的这个特性呢，就是说，它只能给坦克的人装。然后呢，这个磐石之飞呢，就是当我方的战斗力最高的那个角色受到兵矢攻击的时候，然后那个装备磐石之飞的那个坦克，它会少掉现在当前生命值的40%吧。应该是当前吧，然后就是会产生一个护盾在这个弩弓身，在这个战斗力最高的这个角色身上啊。亚瑟是场上是任何一个人哈，只要受到濒死伤害，他就会保护。那同时呢，这个磐石之飞是，你到三星的话是15秒会触发一次，所以你看我的这个什么，我的这个弩弓就被这个磐石之飞给保护住了。那这样子呢，就是我的弩弓可以活下来，他就可以多恐吓控场这样子，然后就稍微稳一点。好，然后战斗现在是看左上角的时间，现在是1分02秒，也就是说过了大概现在是几秒啊？有点忘记哦。反正就是你到三星之后每15秒会触发一次嘛，然后到了这个1分02秒的时候又触发一次哈，应该是啊，因为弩弓就突然跑出护盾嘛，因为戴蒙并不会给别人护盾啊，我场上这些角色弩王，然后孙悟空，奈拉。戴蒙哈，这四个角色都不会给别人护盾嘛，那这个戴蒙是吸别人血，然后自己加护盾，所以说弩弓在1分02秒的时候，他又被保护到了哈，所以说这个弩弓又可以再继续控场。那弩弓继续控场的话，其实对这个战局的稳定就非常的有帮助。然后戴蒙再开大，其实对面就差不多了。好，所以第四关解决之后呢，那个最稳的哈，这个埃隆老鹰队就留到第五关。那第五关就是其实就是埃隆老鹰队就是很强势嘛，大概都没什么问题哦。而且对面没有说什么那种超暴力的角色，所以大概吸过来之后，埃隆都还活得住，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看这个埃隆老鹰队表演了。那第三关呢？第三关没有用这个埃隆老鹰队，就是因为说我每次吸过来就死掉，因为这个萨特纳 NPC 的萨特纳超级痛。我方用不强，对方用很强。然后安丹德拉穿过去也是直接秒哈。然后这个萨特纳开大还会处于一个这个免控的状态。所以说这个第三关我就没有用埃隆老鹰队，因为怎么试都输我。所以好，那34至24就是这个简单说明就是这个样子。那来看一下角色跟神器的配置哦。光弓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神王之眼哈，这个就是基本的。然后蝴蝶是使用这个号角哈。然后我们的埃隆也是号角，有加急速，然后希望他赶快开大。好，弩王就是装备这个磐石之飞咯。当场上除自己之外最高战斗力的友方，那刚刚那场战斗最高战斗力就是弩弓嘛齁。然后受到致命伤害的时候，友方会免疫此次伤害，然后装备神器的角色会失去 40% 当前生命值，对那个友方添加失去生命值等额的护盾，持续12秒。然后每30秒触发一次，那这个我们解完主神试炼的全部哈32分的那个任务，就可以直接升到三星。升到三星呢，它这边就可以到15秒触发一次了。所以我就是靠着这个神器，然后第四关就会过的几率就变很高。好，然后那个罗莎琳女仆就是跟着光弓嘛，然后我是给她这个神圣之刃。好，弩弓的话应该就是神王之眼的嘛，就是因为弩弓不是要他去打的，就是他的重点是在不断的恐吓，然后不断的去控场这样子。好，然后莱卡就是老鹰队的这个加速，然后就给他装备这个复苏之友，希望他就是活久一点。好，罗万的话我应该是要给他号角，但是可能是号角不够了，所以我就给他装备这个复苏之友哈，我的号角还没有五星，所以说只能让六个人装。那亚瑟因为说今天凌晨就是怎么讲，就是也不是凌晨啊，今天更新1.49版之后，然后有了这个磐石之飞，我就把亚瑟也装备磐石之飞，但是第二关用光弓队胜率很高，所以我觉得亚瑟装不装磐石之飞影响不大。我反而就是之前我都是让他装备这个披风哦，因为这个亚瑟好加30，他会自己回血。那回血装备披风呢，这个受到生命回复效果加15%，他就会回得更快了。所以亚瑟我原先是给他装备披风，可是不管怎么样，第二关使用这个光弓的队伍胜率很高，所以这个影响不大。那老鼠队我也有用哦，但是后面反正试了很多种阵型之后，老鼠配这个埃隆的老鹰队，其实也可以试试看了。好，奈拉的话，我是给他使用这个神圣之刃，希望他攻击力强一点，可以快速的斩杀掉这个下方的魅魔。那女骑士就是开场往前冲就是几人，所以说也没有刻意给他上什么神器，就是让他活久一点这样子。
好，然后再来是还有哪一只角色呢？再来是哦，萨菲亚，萨菲亚就是神圣之刃，吼，就是攻击力强一点。然后狼人，神王之眼。狼人一件家具都没有，我放那个心愿清单放好久，我都没有抽到狼人的。好，然后伊索尔德专33红家具，上不了场，真的上不了场。我一直很想让他上去，那我现在还在继续归他的家具啊。然后希望说这个9件家具真的是他可以用来一挑我。好，然后孙悟空，平民战神孙悟空，2件红家具，然后我是给他用号角，因为这个孙悟空赶快这个叫出分身来哈，帮忙砍一下。尤其是在第4关这个大乱斗的时候，这个孙悟空叫出有没有叫出分身，我觉得影响很大哦。好，洛桑哈，洛桑是第二关哈，我觉得我原先是用冰魔，可是我发现用洛桑哈，使用这一招风裂。把那个伤害吼，就是传导到这个希瑞，到那个索利斯，让索利斯赶快死掉，其实就胜率就变很高了。好，然后再来是戴蒙吼，戴蒙是第四关的这个算是主角吧吼，虽然说这个后面主角变成那个装备磐石之飞的古王，但是戴蒙开大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强势哦吼，这个护盾存在期间，友军受到了35%会由自身承受，而且还不会致死哦，所以说戴蒙非常非常的好，而且那个能坦，伤害力又强。好，那这个是这个算是第一关的第一关的索罗斯哦，他算是这个伤害的代表。然后我是给他神王之眼，因为希望就是说他不断的攻击，然后就是打断敌人动作，可以因为这一招不断的用嘛，就可以晕眩敌人。那如果是打这个扭曲梦境的时候，再把它换上这个神圣之刃哦。好，双子的话没什么问题，就是神魔国家队，然后是给他号角。啊，凤凰的话，因为凤凰就是死了又活，死了又活，死了又活，保安这样子，然后就是给他这个神圣之刃，哦，让他攻击力越来越强。那阿塔利亚，我也是给他神圣之刃。然后埃兹哈，我终于这个什么上白色的埃兹，然后我用这个家具，这个什么家具自定制，然后刚自定的那个家具全部都灌给埃兹，让他至少有个红三家具哈。因为我的那个红装武不够，所以我的埃兹的这个什么装武只有23而已。那我希望说埃兹活久一点哦，所以我才把我那个存很久的这个定制红家具全部都给埃兹，先让他有个3件红家具。那虽然说3件红家具这个使用精神支配受到伤害下降25%，这个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埃兹希望他活久一点啊，大概就这个样子。好，然后再来是冰魔哈，冰魔我是用在第一关哈，原先是用在跟关公配，但是用在第一关之后，觉得胜率也变高了，而且搭配第一关借一只佣兵哈，就是配两个这个恶魔。那上一次在推好像34至20有提到嘛，就是我一直归到冰魔上30才推了，结果说没有用到。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是一个加30，然后3件红家具的冰魔。那给他装备神王之眼，就是为了这个暴击率哈，因为这个冰魔的这个。好像是家具吧，哦，这个家具，冰凌散射，还是装武啊？我们看一下，我记得是装武哈，这个普通攻击暴击的时候会有把人家冰起来，所以说我就给他装备这个加暴击的这个东西，可能这个位移之戒也可以啦，但是因为神王之眼目前够装哦，那当然神王能装神王之眼，当然是装神王之眼啦。好，那魅魔就没什么特别哦，就是号角，但是在推这个第三关的时候，他能不能够一开始开大很重要，因为魅魔一开始一喷之后，等于说是这个场子一开场就稳下来了哈，就是所以说这个梅西拉，我觉得他的那个角哈，这个属性的这个鞋子很重要。那这个罗万一开始的这个蓝药水给魅魔哈，开场迅速的开大，那我觉得就是第三关能不能过的关键。好，然后这是老鹰嘛，老鹰埃隆队就是3件红家具是一定要。那至于说神器的话就随便给他配啊，就是让他活久一点就好。好，然后最后面就没有了，然后来感谢一下好友。第一位哈，太阳大大，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讲，老婆没有用到哈，怎么也是上来就死掉。然后这个莫佐斯哈，莫佐斯换第一关也可以哈，感谢这个血色苍穹大大。然后，但是呢，这个佐拉斯的话，我觉得佐拉斯跟莫佐斯胜率差不多，那只是说佐拉斯有的时候哈，就是翻船的时候啊，如果他正好是最后一个死掉的时候，还可以重来，就是多一次机会这样子。好，然后再看一下，异界旅店应该是没什么好看的，来看一下生命之树吧。
好，生命之树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然后辅助37，然后法师我原先是20几，然后因为说这一关的话，我有把这个法师重洗，然后把这个好像是把这个辅助再多点一点吧哈，应该是这个样子。我有点忘记我为什么把法师洗掉，然后把法师的点数就是灌到辅助去哦，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战士点到27是因为说到27的时候会加命中。那坦克的话就坦克好像加27吧，也可以再加一点属性哦。这个网络上有那个数据哦。那如果说其他的话，应该还是会继续点游侠吧，因为游侠不论是光弓啊，还是那个老鹰埃隆队的这个主力哈，埃隆都是吃这个游侠的数嘛，点游侠的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哦。好，那这个34-24的这个过关记录就说明就到这边，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是阿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